Tá, foi.然后慢慢放入量，水的比例可能会依照当地的地方不同，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比例。对，我们拍影片给客人看。然后最后的鱼料，我们用逆转的方式，先停止，再逆转，把它退出来。啊，有时候退不出来，我们就用东西稍微拨一下它，然后打开，取出来即可。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